为了推动新北平镇以及番家埔，关户社乐处伫国兴乡甘马拿社区成立新平好站，并且委托南投县真情社会福利协会举办八场新平以及番家埔的宣导，透过歌戏表演的方式，伫社区的宣导效果是真好。主办单位嘛安排民众参与歌戏演出，希望伫五路当中加强学习的效果。男女平等、番家埔的观念，伫偏乡的社区有台推广。这次官府来到国姓乡成立姓平的后站，预定伫全乡要举办八场的宣导。父母西转子孙，走去客阿边讲西三遍。这一次的国姓乡好站，我们是委托那个真情关怀协会去办理。总共有八场是在国姓乡内的，就是借由民众去粉墨登场，那个去演歌仔戏的方式，然后来传达我们想要传达就是性别平等的意识跟家务共好的观念。那希望可以把这个观念带进社区。要安那加深社区民众的印象，达到学习宣导的效果。顶年南投县举办20场的歌戏宣导，用入家暴防治的案例，效果真好。因为去年的话，我们已经有跑过20几场啊，哈。那今年度的话，我们会找那个从来没有去过的，而且比较偏乡的那个社区，然后他们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艺文方面。因为通常我们到社区的话，性平他们都会觉得很严肃，然后可能会反抗，然后会觉得有点觉得那个黑波沙波熊贝奇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歌仔戏戏剧的方面来引导，就是吸引他们，然后也希望说，让他们借由互动这样子有趣，然后他会觉得说，哎，同伴在上面就会仔细注意看说我们在演什么。透过歌戏的演出，加入趣味笑亏的台词，和大家加深印象，达到学习反家暴，还有如何来预防通报的方法，减少家暴的发生。蛮好吃的，又好听，很有趣，好好，你大家办了真心笑，有啊，足心笑，好吃无？哈，好吃无？好吃啦，良性平等是安尼，大家平等安尼较好啦，安尼啦，是安尼，安尼算查某参查甫人的平等安尼啊，一般人是安尼嘿。家暴防治真重要。尤其是偏向年纪较大的民众，希望社区要共同来学习，做好预防的工作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